家好，我是唐云馨，我今天要谈的是波斯市徐子欣，我今天要谈的是《龙猫插曲散步》。
大家好，我是徐伟宇、周雨晴、赖奎哦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蘑菇浓汤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梦辰。今天我要谈的是《千与千寻》。Thank you.
光泽。
大家好，我叫谢一凡，我今天谈的是龙猫。
家好，我是简文宏，我今天要谈的是春神来了。
像梦想蓝图。